打印信封。打印信封，你需要正确设定打印机和打印机驱动程式。关键在于打印机要知道打印的是信封，以及相关的尺寸和纸张类型。第一部分，打印机中的设定，将自定尺寸的信封放在手动送纸盘打印面向下，滑动导板以扣稳放入的信封。按 copy， 按上下键到公用程式，再按 select， 选择纸张，再按 select， 选择手动，再按 select， 选择纸张类型为信封，再按 select， 选择纸张尺寸或选择自定大小，以自行设定纸张的长度和宽度。第二部分，打印机驱动程式设定。在电脑打开及选取信封文件，到打印机驱动程式，按基本的，在原稿尺寸中选择正确的信封尺寸，或选择自定尺寸以设定信封尺寸。检查纸张尺寸是否设定为与原稿尺寸相同，从吸纸盒中选择手动进纸，到纸张种类选择信封，执行列印。